聚集各领域的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我是庄心如，我是林钟奎。比较低洼的地方都会随着海平面不断的跳跃式上升，它会被淹没，让我们未来的世世代代都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寻找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地方。传播知识的殿堂，与世界接轨的桥梁，人文讲堂。